乐圈中励志女陈妍希力证自己健康减肥。想当励志女神不容易，身材姣好才是前提。昨日国民女神陈妍希出席某公益活动，之前因出演小笼包版的小龙女而被网友口诛笔伐，陈妍希肯定要向观众展示一下最近努力减肥的成果啦。是真的有瘦啊，可是我不想一直纠结在就是到底瘦了多少这个公斤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瘦的健康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水肿的问题其实一直很严重，那因为现在吃的非常的营养很均衡，我真的没有像网络上讲的那么夸张，就每天就是都没有在吃东西。小编点评：健康减肥真的很重要哦。